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09回。杭丽原本想和其他天蓬人一样，立刻飞离附近，但是在那巨大鸟影现身的一瞬间，其背后的双翅一颤之下，竟然同样的浮现了一只青色大鸟的身影，同样的仰首清明，竟仿佛和黑色大鸟相互辉映一般。而与此同时呢，附近空气一紧，他只觉得身体一沉，身躯也无法动弹分毫了。韩立心中大惊啊，金光大放之下，一股巨力从四肢中狂涌而出，想要挣脱而出，但让他马上心中一沉的是，任凭其狂催体内巨力，四周的空气就仿佛金刚铸成的一般，仍连一根小手指都无法动弹一下。韩立心念急转之下，正思量着要不要唤出真魔法相，全力破除困束的时候，石塔中咒语之声蓦然为之一变，一下子高昂清晰了背许，咒语中竟隐隐地传来了轰隆隆的风雷之声，随之一个个古怪的符文在巨塔附近虚空当中飘荡浮现而出，全都往黑色鸟影飘去。同时呢，塔顶的巨大的水晶也轰的一声自行爆裂开来，一轮七色骄阳徐徐升起，蓦然放出了万道光芒，将鸟影全都照在了其下。巨鸟虚影在符文和七色彩光的双重禁制之下，终于一声怪鸣的无可奈何的溃散了。另一边，韩立背后的青色大鸟虚影也一闪的消失了，他四周一松，恢复了自由之身，但是心中却是一阵的惊疑不定。除了大小之外，刚才石塔上浮现的虚影赫然与他背后的青色鸟影一般无二，都是传说中的鲲鹏模样。这塔中难道真的阵封着一只鲲鹏不成？但这又怎么可能呢？韩立骇然地思量着，心中120个想就此拔腿而走，但是目光朝前方一扫之后，苦笑了一声，最终身形还是停留在原地未动。因为从巨塔中已经飞出了十几团灵光，几个闪动过后就已经离他不过数十丈远了，这点距离足够灵光中的天蓬人将其看得一清二楚了，现在再遁走的话，可就显得自己是做贼心虚了。韩立思量之下，只能留下来看看对方来意再说。他往飞来的灵光中匆匆一扫，里面赫然就有六名化神后期级别存在，其余的也都是化神初中期的存在。韩立忌惮之下，更不敢贸然做出什么招惹误会的举动，他识相的静静的悬浮在空中，是一动不动。嗖嗖几声破空之声，这十余人在双翅扇动之下，一瞬间呢就来到了韩立身前，将其团团围住，十几道目光一下子全落在了他的身上。为首的两名老者模样的天蓬族人，一名背后一对白翅，另外一名背后却是淡金色翅膀。两个人，一个容颜慈祥和蔼，一个相貌方正威严，但是均都和其他人一般，一到面前就死死地盯住韩立不放，目中全是奇光闪动啊。韩立虽然不是真的惧怕这些天蓬人，但是对方如此模样还是让其心中一阵嘀咕，当其勉强一笑地问道：诸位为主在下可有什么事情？兄台高姓大名，面孔陌生得很啊，怎么
是新晋进入圣城中的族人吗？大出韩立预料，那名羽翅雪白的老者一开口竟然是客气异常。在下姓韩，一直在海外修炼，今日才刚刚进入城中的。韩立心念飞快地转动，口中回答道，在对方尚未露出恶意的情况之下，他可不认为有必要用什么虚言。海外今日入城，韩立的回答让为首的两位老者一愣，但是互相看了一眼之后，目中又流露出了大喜之色。好，很好啊，不管韩兴出身何地，但能引动塔中的鲲鹏之灵，就说明身上天蓬气息足够充盈，可接受本族圣手称号，继承鲲鹏真血的。另一名老者肃然地说道。什么？鲲鹏真血？韩立真的呆住了。若是说以前他对这些东西还不甚了解，但是现在出屋着中就存放着那真龙天凤的真血，对此东西的珍惜自然再了解不过了。现在竟有这种好事主动地找上门来，韩立自然有些发愣。不过转念一想，韩立又心虚了起来。他可不是真正的天蓬人，哪能真的当天蓬族的所谓圣手啊？细查之下，恐怕立刻就会露馅，到时候不要说什么继承真血，先要被暴怒至极的无数天蓬族人共同出手给灭杀了呀。两位搞错了吧，在下出身普通至极，怎有资格继承真血？这塔中的意象也不是在下引动的。韩立干笑了几声，连连的摇头否认。哎，韩兄何必推搡，你身上刚才显现的真灵之象，我等可都在塔中看的是清清楚楚，绝对不会弄错的。我看韩兄还是随我等去见一下诸位长老吧，能成为本族圣子可是族中莫大的盛事啊。韩立暗暗叫苦，目光一转之下，见其他的天蓬人呢都是面露兴奋之色，显然都是认定了他了。在下的确不是什么圣子，几位不信也罢，但是韩某还有要事在身，那我就先告辞一步了。韩立心中一横，口中飞快地辩解了两句，身形模糊之下就化为了一个淡淡的虚影，从两名天蓬人中间鬼魅般闪过。他背后双翅一动，就要施展神通远远遁走掉，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耳中传来一个女子的淡淡传音：且慢，异族人，你真打算这般走掉？要走也要把背上那对翅膀留在我们天蓬族内。声音不大，但是韩立闻之却如同惊天之雷般的让其神念一震，脸色一下子难看异常起来。就在此传音出现的同时啊，附近的空间波动蓦然一起，在韩立头顶上空数丈高之处，一道苗条身影从虚空无声地闪现而出，竟是一名背生金色羽翅的白袍少女。韩立凝神细望之下，顿时呢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名容颜看似普通的少女，面上一层荧光流转不定，身上气息是蓄而不露，韩立竟然无法看出对方修为深浅。韩立眼角蓦然狂跳了几下，这个时候那些化神级别的天蓬人一见少女却个个恭敬异常，纷纷大礼参拜，参见大长老。此女竟然是天蓬族的大长老，韩立只觉口中满是苦涩之味。此人交给我处理好了，你们回到塔中加固下封印，将那鲲鹏圣灵重新安抚下去。少女从容地吩咐道。遵命。
显然少女在这些天蓬族人心目中威严极重，他们丝毫迟疑都没有，纷纷展动羽翅向巨塔飞回。而少女呢，目光一转，终于落在了韩立的身上。此处不是谈话之地，跟我走吧。少女明眸一闪，轻描淡写地说道，随即一转身向某个方向徐徐飞去。韩立面色阴晴不定一下之后，还是老老实实地跟去了。面对一位合体中期以上的可怕存在，又身处异族圣城中，他根本没有什么机会逃掉的。而看对方的样子，也不像是马上翻脸动手的，只有先遵从对方之言了。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少女身形看似徐徐从容，如同清风流水般，不露丝毫的火气，但是偏偏遁速惊人至极。韩立足足动用了七八成的灵力，才勉强跟在其后，心中呢不禁暗暗的骇然，心中盘旋着最后几分其他的想法也强行的压了下去。飞行了一顿饭的功夫之后，少女带着韩立落在了一座孤零零的数十丈高的圆柱形的屋子前。参见大长老。入口处有两名相貌清秀的天蓬族少女迎了出来，满脸的恭敬。金翅少女只是点了点头，人就随意的走了进去。韩立紧随其后，进入屋中，发现此地比预想的要简朴的多。屋子里边除了几把石椅和一张石桌之外，倒是空无一物。少女摆了摆手，就将两名侍女挥退了下去，然后一回身端坐在其中一把石椅上，摊口微张地说道，坐下吧，我有些事情要好好地问你一下。哦，在前辈面前怎有在下座位，韩某洗耳恭听就是。韩立神色平静地说道，哼，随便你吧。少女是毫不在意，韩立果然就笔直地站在原地。你是人族的修士吧？少女略一沉吟之后，一开口就说出了让韩立一惊的话。哦，前辈去过我们人族？韩立小心地说道。当然去过，我甚至还拜访过贵族这一代三皇中的灵皇，对其出神入化的傀儡秘术可是佩服得很。其实不止我们飞灵族中还有其他几名强大存在，也都曾经去过你们人族。看在此情分上，你有什么疑问，尽可开口询问，我会知无不言的。但是相对的，等我提问的时候，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否则的话……少女这几句话，竟用熟练的人族语言说出口。韩立听清楚最后一句话中的威胁之意后，脸色不禁微微一变，但是随即呢，神色如常了。前辈如何识破晚辈身份的？别的不说，晚辈自负风雷翅已经彻底炼化，再加上用秘术改变气息，模拟贵族之人，只要不像前辈这等存在接触身体探查真源，应该不会发现什么异常的。否则晚辈又怎敢如此大胆地进入贵族？韩立盯着少女沉声问道。这个问题可让他一直大为困惑。哼，你的幻化的确十分成功，甚至连圣城的护城大阵都被你身上的鲲鹏气息欺瞒过去了。若是遇到族中其余长老，只要不是特意查看，十有八九啊也没有办法看出什么的。但是我却不同的，身为大长老的我是专门负责执掌族中的圣器，而我们天蓬族圣器具有看穿一切幻化，
直接扫视目标体内真元的神通。阁下纵然幻化秘术再厉害，对于我来说也丝毫无用。少女淡淡一笑，竟真的如实相告了。韩立有些恍然，但是随即自然郁闷至极了。这么说，我若是去了贵族其他分支，倒不会轻易被人发现的。他苦笑地说道。本族72支圣器中，苗水族的圣器也有类似的神通。少女没有直接回答，反而嘴角一翘回答道。韩立闻言一时无语，半晌之后他才又问了一句，这风铃塔中封印的到底是何物？所谓的圣子和鲲鹏真血又是什么？风铃塔中封印的是当年本族鼎盛时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搜集来的一只鲲鹏真圣的小半圣魂，就是凭借圣魂之力，我们天蓬族才能一直存在至今的。至于再具体的缘由，你就不必知道了。至于圣子就简单了，那是我等飞灵族对各族有希望继承真圣之血的族人的统称。若是圣子真能继承各族的真圣之血，并通过考验，就可成为一族的圣主了。少女一一地为他解释道。这一次呢，韩立倒没有露出什么意外之色，这些都和其原先的猜想是差不多的，甚至连那个圣主是什么都懒得追问，只是长吐了一口气而已。看样子你没有其他的问题了，好吧，下面该我提问了。你背后的羽翅宝物炼化了什么鲲鹏之物，竟然让圣灵挣脱出了风铃塔的封印？这可是此塔建成以来很少发生的事情。少女目光一闪，直接地问道。哦，没有什么，只是往里面炼化了一根残损的鲲鹏之羽而已。韩立眉头一皱，老老实实地回答道。哦，这不大可能吧，就是一根完整的鲲鹏灵羽也不应该能引动圣灵这般躁动的。少女有些不大相信。这我就不知道了。韩立摇了摇头，的确对此也是一头雾水。将你的羽翅宝物拿给我看看。少女沉吟了一下，忽然轻描淡写的这般说道。韩立心中一沉呢，但一对上少女晶莹仿佛琉璃一般的明眸之后，只是略一思量，就肩头一抖，顿时背后白色羽翅光芒一闪，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与此同时呢，韩立手中却多出了一对晶莹数寸长的羽翅，手一抬竟真的递了过去。韩立如此干脆，显然让这位天蓬族的大长老也为之一愣。他目光望着韩立平静的面容许久，才终于目露一丝笑意接了过去。韩立脸上呢丝毫不见异样，但是心中呢却是苦笑不已。若不是面对的是一名合体中期以上的存在，风雷翅又早被炼化游心了，即使对方强行扣留，他也有六七成把握激发宝物上的空间神通，将其瞬间召唤而回，他绝不会将此重宝交给对方的。少女单手拖着风雷翅仔细地审视着，片刻之后脸上就呈现出了一种古怪至极的表情。她手指一动，手中羽翅抛了出去，竟将风雷翅呢就此返还给了韩立。韩立心中一松，双手未动一下，但是风雷翅白光一闪，凭空消失了。下一刻呢，他们无声无息地再次出现在了韩立的背后。看到这一幕，少女无动于衷，口中缓缓地说道，真没想到你这件宝物不但有鲲鹏真圣的灵羽，竟然还融入了一根天凤之灵。我大概明白怎么一回事了，不过还想听听你的鲲鹏之羽是如何得到的呢？韩立闻言有些意外，但此事倒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当即把在人界见到鲲鹏的这些陈年往事大概的讲述了一下。少女听完之后却沉吟了起来，好一会儿才用目光重新打量了一遍韩立，突然开口说出了让他彻底呆住的话：韩兄有兴趣加入我们天蓬族当本族的圣子吗？韩立一下子愣住了，在下没有听错吧？前辈想让在下加入贵族？韩立眨巴眨巴眼睛，觉得可能啊自己听错了什么。不错，我的确有此打算，但是此事重大，具体细节呢还需要和其他几位长老再商量一下。少女不动声色地回答道：在下是人族，并非真正的天蓬人。韩立无言了好一会儿，才说出了这么一句：阁下还不知道吧，平常所说的鲲鹏之羽和其他的鲲鹏之物都是陨落鲲鹏的遗留之物，而韩道友炼化的鲲鹏之羽却是从活生生的鲲鹏真圣身上掉落之物，此灵羽中所含气息是普通鲲鹏之羽的数倍以上，并且多半鲲鹏之羽中还暗含有一些你自己未发觉的精血，而我们天蓬一族原本就是当年的鲲鹏真王后人，道友既然本身炼化鲲鹏之物，又可能早含有鲲鹏之血，说是我们鲲鹏族之人也不为错的。少女悠然地说出了一番让韩立目瞪口呆的话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10回。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10回。半晌之后，韩立才从吃惊中恢复过来，双目微眯的望了少女好一会儿，忽然轻松了起来。据说天蓬族的现任圣主已经陨落而亡，而贵族现存的族人中好像也没有了继承鲲鹏真血之人，整个天蓬族人都有可能被取消飞灵族72分支之列，在下没有说错吧？你怎么知道此事的？少女脸色终于微变，背后蓦然浮现了一只金色大雕的虚影，此虚影呢只是两尺一山，韩立顿时就感到了一股庞然巨力一下子压在了肩头之上，整个身躯都瞬间发出了嘎嘣嘎嘣的骨骼爆响之声。扑哧一声，韩立双足陷入了明清石地板半尺有余，韩立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至极。但就在这个时候，少女眉头一皱，大鹏虚影一闪消失不见。我不知道阁下是从何处得知的此消息，但是希望道友将此消息暂时保密，在下还不想看到圣城一片大乱的景象。另外有一点说错了，有能继承真圣之血的圣子，我们天蓬族还有两个人，只是这两个人修为很低，就算成功了，通过各族考验的几率并不太高，所以呢我才想邀请韩道友加入本族的。这转瞬之间，少女的神色又恢复了正常。大长老的意思是想让我替这两位圣子护法吧？韩立是何等机灵之人，眼珠转，马上就猜到了对方的用意，神色一动，笑了起来。不错，我正是此意。阁下虽然有资格加入我们天蓬族，毕竟出生人族，就算能通过试炼和考验，也不可能担任本族的圣主，但韩道友却可以用圣子身份助两位圣子一臂之力，助他们通过试炼的。当然如此做的话，我也不会亏待你的，
不但可以让你融入一些鲲鹏真血，还另有一番重谢。这少女没有否认，不慌不忙地说道：这等好事找上门来，若是一般人欣喜之下，恐怕立刻满口答应了。但是韩立呢，却目光闪动之下没有马上回话，少女也没有催促之意，只是静坐在椅子上，淡淡地望着韩立。足足一盏茶的功夫过后，韩立再次开口了：前辈为圣子之事，甚至不惜让我这么一个外人加入贵族，这个考验危险不小吧？能先给在下说说，韩某再做决定不迟的。试炼的确非常危险，一般来说，参与的各族圣子折损率大概是六七成左右，而圣子修为一般也就是飞灵将，相当于贵族的化神级左右。这一次，因为本族的圣主是意外陨落，两位圣子只是初级飞灵将的实力，尚未准备充分，若是参加试炼，十有八九是没有办法通过的。道有神通，在下虽然知道不多，但能从人族独自穿过大半风源大陆到此，实力绝对非同小可。那些试炼内容纵然危险，但是对道友应该不成问题的。少女虽然预料的有些差池，但最后做的判断倒是没有错的。只是飞灵将级别，韩立眼角一动，慎重地问道：阁下放心，本长老不会虚言相欺的。少女微微一笑：我需要一段时间考虑一下。思量了一会儿，韩立才下定了决心：事关重大，斟酌一下也是应该的。这样吧，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三天之后我还在此等候你的回复，在此期间道友可在城中自由行动，不会有人骚扰你的。另外，我叫金月，你可以记住这个名字。少女心平气和地说道，似乎韩立的回答呢早就在她的预料当中了。韩立自然口中称谢，然后不再迟疑地就此告辞。眼见着韩立走出了门口，身形一晃的不见了踪影，金月微微一笑，抬手拿起桌上的一杯灵茶，轻轻地品了一口。大长老，真就这么放他走了？石屋一面石壁辉光一闪，突然从里面现出了一高一矮两名天蓬族人出来。怎么，你想我如何对待此人？金月瞥了一眼说话的红须老者一眼，直接问道。那对羽翅融入了鲲鹏之血呀，我们何必非得让异族人冒充圣子？不如我看将那羽翅强行留下，本族啊另选一个人继承真血，岂不更好？红须老者身材高大，双手轻搓地说道：哼，真要是如此容易的话，我还会如此麻烦地和一名异族人说这么多话吗？当时就灭杀他，将羽翅抢过来也就是了。少女嘴角泛起了一丝冷笑，不客气地说道：那大长老的意思是？另外一名身材娇小的美妇人见赤须老者还想说什么，急忙暗自一拉起衣襟，抢先躬身说道：论对人族的了解，我想整个天蓬族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和我比了。人族和我们飞灵族不同，他们本身实力平常普通，大半神通倒是多在其修炼宝物身上了，故而可以将一些宝物经过常年的祭炼，彻底的炼化由心的。这种宝物不是说无法强行夺取，而是抢到手之后，宝物中的原主人痕迹很难短时间之内驱逐掉的，而且宝物的威力，也会因为易主从而威力大减。这个人的羽翅宝物我已经仔细地探查过了，正是此类宝物，而我已经得到了消息，圣子的地渊试炼已经迫在眉睫了，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抢下这方宝物，再交给其他族人重新祭炼了。金月沉吟了一下，还是解释了几句：哦，
原来如此。但是如此一来，这本族的真圣之学岂不是真的要流落外族了？这也不是一件小事啊。赤须老者仍然是连连摇头。西长老，莫非糊涂了？本族这次若是没有圣子通过试炼，整个群族都将会被其他分支吞并掉的。何其一比，真血之事只是小事一件。再说，要防止此事发生，又不是没有其他手段可以补救的。少女明眸金光一闪地说道：“哈，大长老言之有理。等那名异族人帮我们渡过此劫之后，区区一名飞灵将级别的存在，到时候或杀或留，还不是由咱们说了算？杀是不可能的，就算是异族人，一旦融入了鲲鹏真邪，也就算半个族人，我等同样要受天蓬之事限制的。况且真要是因此族中度过这次大劫，他也是本族的大恩人，没有必要的话，我看不一定非要把他杀害了，可以将其软禁起来，从此不让他再离开我们就是了。”金月冷冷地瞟了老汉一眼，毫无感情地说道：“这样做也行。哎，是不是还要通知那些门卫一下，并派人暗中跟着这名异族人？哎，别让他这几天忽然跑掉了呀。”赤须老者忽然想起了什么，立刻说道：“西长老不必担心，我刚才在其翅膀上动了一些小手脚，他若是逃离本城，我自会马上知道的。”金月呢，却毫不在意此事。嘿，哎呀，看来是我爱人多虑了，大长老考虑得十分周全。那美妇人目中异彩闪动，含笑说道：“多虑倒也不是，本族五大长老只有我等三人在族中，而此事关系本族存亡，我三人必须商量一致才可行动的，否则的话，我也不会在途中传音召唤二位到此的。徐长老，你们还有其他什么意见吗？”少女看着二人缓缓地说道：“没有，大长老之法已经十分的稳妥了。”这一次美妇和老者都是异口同意，少女闻言呢点了点头。从始至终，这三名天蓬族长老丝毫没有提过韩立会拒绝之事。这也难怪，在这位天蓬族大长老还是在老者和美妇两个人的眼中，区区一名化神级别的异族，哪有可能拒绝他们的要求啊？而此刻，在离少女等人所在之地数百里之外，韩立正扇动双翅在低空飞行着，表面看来他神色如常，正颇有兴趣地打量着下面的各种建筑，但是心中呢却翻滚不停，暗自思量着自身的困局。这一次稀里糊涂地暴露了身份，处境可实在是不怎么妙。以他昔年的丰富的经历，如何不知道少女的要求无论完成与否，他的下场都绝对不怎么太妙。明目张胆的拒绝肯定不可能，至于马上逃之夭夭的念头，在离开少女住处的时候早就在其脑中转动数次了。但是神念下意识的往背后的风雷翅一扫之后，韩立又只能苦笑不已了。那位天蓬族的大长老竟明目张胆地在翅膀中种下了一个标记，在一定区域之内，其行踪全都落在对方掌握之中。以他现在的修为，倒不是不能强行抹去此痕迹的，但是起码呢，要花费数日才有可能。而如此长的时间，早就可以让那位大长老找上无数次了。看来唯一的办法只有事先提出一些能让对方投鼠忌器的条件才可以，否则他宁愿冒奇险设法遁走，也绝对不会真当异族什么圣子去。至于提任何条件，只要在他先了解了天蓬族中的大概情况，才能好好的斟酌一下的。
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好在他修炼至今，历经风险无数，眼下固然身处进退不得的局面，也没有过于惊慌。韩立只是一边徐徐飞行着，一边心念如电地转动着各种念头。于是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韩立去了圣城中一个类似书楼的高大石屋当中，他在那里足足翻阅了近小半的书籍，一日一夜之后才带着一脸倦意地离开那里。回到住处，韩立在贵宾馆又闭门不出起来，直到第三天清晨的时候，他才从容地再次离开。这一次的目标赫然就是其一开始就想要去的交易大殿。这三次在路上并未再遭遇什么麻烦。韩立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来到了圣城的边缘处，站在了一个依山建造的奇怪的建筑面前。此建筑呢，紧挨一座高约千丈的陡峭的山壁，并从山壁中直接探出了一个长方形的巨大的广场。而在广场的另一端，一个高约百丈的拱形石门赫然开在石壁之上，在巨门两侧赫然有十几名全身武装的卫士分列两旁，中间呢正有众多的天蓬人进进出出，一副热闹非凡的样子。韩立在远处只是微眯双目地打量了片刻，就背后双翅一动，人在一团青光包裹当中向前飞去。门前的一名守卫目光在韩立身上一扫，脸色蓦然一变，急忙地冲韩立深施一礼。韩立呢冲其微微点了一下头，就大模大样地一闪飞入到了巨门之内。眼前一亮啊，好宽广的一大片空间，巨门之后仿佛出现了另一个世界。一眼无法望到尽头的长长的通道，两侧全都是一层层的殿堂般的高大的建筑，细看之下，这些建筑分作十余层，每一层呢都有30丈之高，而每一层百余丈之间都会另出现一个十余丈高的殿门。无数的天蓬人在这些建筑之间飞进飞出，飞上飞下，看来殿门内就是天蓬人的交易之处了。韩立也没有客气，当即随着一波天蓬人直奔附近二层的某个殿门而去，翅膀一收，身形一晃，他如同真正天蓬人般的进入到了门后，耳中呢传来了一阵熙熙攘攘之声。目光再一扫，韩立连闪几下，此地是一处面积数百丈大的小型广场，四周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店铺临罗那里，正有数百名天蓬人进出这些店铺当中。而在广场的正中央，赫然有一个十余丈高的青石柱子耸立在那里，上面光芒闪动，隐隐约约牵引着什么东西似的。在石柱之下，所有十几个人仰首望着柱子上的东西，并在低声议论着什么。韩立望了望石柱，好奇地走了过去，只见石柱表面从中间一分为二，遍布密密麻麻的文字，一半闪动红色，一半泛起着绿色的翠芒。韩立凝神细看两种文字，才发现这些文字竟都是物品名字，有的呢很熟悉，有的呢却陌生得很。而这些文字一会儿浮现，一会儿消失，仿佛在石柱表面轮番滚动。而在这石柱的底座处，却有一名守卫模样的中年男子正双目半闭地盘坐在那里。这是韩立在两种文字上和下边男子脸上扫视一遍之后，心中有些惊疑起。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下面人群中挤出了一名男子，抬手呢交给了石柱下守卫几块灵石。中年守卫双目一睁，点了点头，
然后从大袖中掏出了一根红色的短棒交给了此人。这名出现之人拿起红棒对石柱某处空白处飞快地挥动了几下。虽然说此人动作奇快，但是韩立目中蓝芒一闪，就看得清清楚楚了。短棒挥动之处，赫然出现了几个红灿灿的文字，一闪就没入石柱中不见了。而片刻之后，这几个红色文字就在原处浮现而出了。韩立脸上现出了一丝惊讶之色出来，结果在看了一会儿之后，又有一个人走了出来，不过此人并没有理会那名中年守卫，而是双翅一展的腾空飞起数丈，伸出一根手指点在了石柱上几个绿色文字上。顿时啊，文字泛起一抹翠芒，迅速地没入此人手指上，让其整个身体都灵光大放了起来。那个天蓬族人呢，头颅一偏，双目微眯，似乎在接受着什么信息。半晌之后，他将手指一收，一转身直奔大殿门口飞去。下面有几个天蓬族人呢，也学先前人一般，不是在石柱上书写什么东西，就是直接飞到石柱上，用手触摸那些红绿两色的文字。看到这里，韩立摸了摸下巴，心中有几分恍然了。为了印证心中的猜测，他不客气的几步走上前去，同时呢，伸出了一根手指，在石柱底部浮现的一排绿色文字上一点，那些文字翠光一闪，一股凉意直冲脑中而来。韩立脑海中浮现出了一行信息出来：出售一等流光木，数量不限，每方灵石30000，四层五殿31号。韩立嘴角一动，身形一动之下，人又转动到石柱的另半边，手指又按在一排红色文字上，结果同样的信息出现在了脑海当中：收购完整凤尾禽骸骨一具，价格面议9层2殿10号铺。这韩立面色有些怪异起来，没想到这些天蓬族人竟用这种方法出售或者说收购物品。显然能在石柱上发布的东西都有一些急需或者特别珍惜之物，可算是匠心别具了。如此一来呢，只要有人看到了石柱上的信息，就可直接去下面的店铺交易，倒真是方便得多。而此方法看起来也并不难，似乎在人族坊市中也完全可以加以运用。如此思量着，韩立却退后几步，开始仔细打量那些出售物品的绿色文字来。他打算先将上面的信息扫过一遍，看看呢是否有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虽然说有不少东西名称因为种族各异，在两族的叫法是不同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大部分珍稀物品的名称却是差不多的，特别是一些在两族眼中都价值不菲的材料品，称呼更是完全一样。这件事情呢，曾让韩立刚接触飞灵族的语言文字时诧异了许久。不过纵然此事有些奇怪，他自不会寻根问底探究其原因的。他如今呢，只是仰首默默地注视着石柱不语。忽然韩立目光一凝，他盯住了石柱上新近浮现而出的几个绿色文字。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11回。